311福岛核灾让人类共同见证了核灾的可怕。最近核四要不要续建又成为讨论的热门话题。它是一个关系的身家性命的，尤其核灾一旦发生，它是好几代的问题。透过太阳能发电所得到的收益，可以让农民地主他有固定的收入。觉醒年代，忏悔时刻，需要大家一起来。